您继续看南投新闻，到底关心点黑大小事。南投市南港国中最近几年陆续完成学校宿舍重建工作，但是特殊或者是功能性的教室，两个体设置的建置也毋是真完善。南投南港妇女社关心学校教育，希望关注数位多媒体器材，希望提供学生更加好的学习环境。接到全校师生伫大礼堂参观着关键技术，最感谢着南投南港妇女社关键所谓多媒体器材，协助着智慧教室的设置，会使有较好的学习环境。南投南港妇女社捐赠我们的那个大电视，可以让我们在专科教室，就算是线上学习的时候，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老师在做什么，然后可以比较清楚的学到就是老师讲的东西。现在是班班都有电子看板，但是在特殊教室的部分呢，还需要再增加，所以我们今年把讲助学金的部分，用在特殊教室的设备扩充，来帮助学生在学习上有更多的好的工具，然后让他们的学习能够更加深加广。南港国中的校舍都是重建完成，部分特殊也是讲功能性教室设备建置也不是真完善，所以好好感谢着胡伦社会使斗三工。在这数位化的时代，尤其是疫情了后，更加显示着线上学习的重要性，帮助活化学习空间，也够教学。透过荧幕上的讲解，它不需要到前面嘛，它就可以直接从大荧幕透过我们的实物投影机，然后看到老师表现的现场示范的细节，活化我们的教学，我们的教学策略啊，老师呢透过我们不同的数位的方式啊来做教学哈，让同学们不只是老师在备课或学生的学习方面啊，更能得到更加更快更有效的一个学习结果出来哈。再来是活化互动啊，这个就是因为现在视讯发达，数位教育相当重要哈，包括我们可以跟其他国家透过而且85寸啊，这个相当的最新的一个设备哈。南港妇女社主要讲关键数位的设备，以帮提升学生学习的动力，并且会当突破着空间的限制，促进着国际视野以外，同时来做着宽大的宣导，学生会当更加来了解着毒品的危害。记者林信，曹报道。